马上呢，马上呢，没有用，再画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哎、欸，太快了！画什么了？太快了！我知道。是不是这样画？我不知道，随便啦。哼，那是一个那个星星啊，它是一个红色的星星。哦，是啊，哦，拍摄，你要画星星呢？我说，嗯，拍摄，哇塞，认真，怎样？哇塞，哇塞。诶、欸、为什么啊谁繁星谁我是不是称职的兔崽子是是是哦、oh. 一看马上知道不不不不哇塞我还以为是故意画一个兔子再把特征加上去还在等特征、哦、而且刚好是你抽到耶、欸、超刚好好屌稍等我一下啊好等你看来是要 Google 的人哇三个吧太快了！哇塞！我都还没画哎、欸，没有三个字猜下去就猜完了。哈？繁星让他画完。谁？我真不是，重点是我看不出来。你看出来后让他画完，我已经按好 print 键喽。嘿。虎牙这么，他特征都还没出来，他特征完全没出来，那你怎么猜到的啊？我三个字啊，准备要出来了，他准备要画出来了，懂了吗？啊，他的头发后面那个没画出来啊？对，对啊，有了有了，哎、欸，你可以那个，没有，最后才出来。好难哦！刚刚是纯粹用那个字的那个三个字而已。凑对啊！哇塞，这个要怎么画呢？我觉得这个不能提示、欸。好，那就不要提示啊。而且我要画很麻烦。很麻烦。因为第一个看到就是蔡小雨。啊？这里吗？还是忘了提示哦。我知道这提示，这看看出来了。因为另外一个我刚刚画过了。这是一个部件。四个字。部件。现在开始要局部放大化，有没有？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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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难哎、欸，都来放大，放大得罪框框哎、欸，我到底要得罪多少人、啊？哇，你是都挑你认识的话？不是，因为刚刚那个也重复了，你知道？没有 PD 没有头发，很奸诈，没有啦，这个只是我故意给他这样画的，想得罪他。蓝色的衣服，哈，哈基在，你会被晋级？这是我该知道的人吗？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你们一定都知道、啊，一定吗？嗯，知道，可是可看不出来你画谁，这样吗？对，可能是这样。啊，谁？所以头发是白色的啊？哈？头发是白色的？我是猜右边那个啦。
截图、哦。完了，我真的是跟阿神拍过片了，我全部得罪光哎、欸。哇，我笑、哦。哎呦喂！我旁边的广告看起来好好吃哦。我旁边广告是游戏。好了，开始。哎，嗯，我怎么打瞎瓜？嗯，戴眼镜吗？啊，真的是戴眼镜哦！戴眼镜，谁啊？绑马尾，辫子，啊，辫子，讲错了，你这对吗？那我画谁啦？对吗？哎、欸，其实很像哎、欸，你好会画哦，你超会画的哎、欸。超像哎、欸！超像哎、欸！超像哎、欸！好猛哦、喔！好猛哦、喔！那你真的猛！超会！不然他真的画小玉吗？如果你画真的画他画出来，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我画不出来啊！真是厉害！啊，重复了。你两个都画过，放大，放大。画它放大哦，你说的哦。好，好，要被画完了吧？一下，那特征刚好有白色的。好，我放大了。好。眼球？哎呦，等一下，先猜一猜胸。那不能上一部被弄掉了。有啊有啊，上有上一部，只能上一次啊。3D 我选字啊，其实眼睛是六个吧？对啊，其实不是三个。来，再一个，再来，对对对，好好好，够了够了够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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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他这刚好出现过。对，可是我刚忘记了，刚刚那个画那个是什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啊？哦，没有，因为他以前的系列啦，对吧？哦，一大师角色，很夯的系列。大家好，我是一大师。大家好，我是一大师。干嘛、啊？你好开心哦。汤洒出来啦！我的头好冰啊！什么鬼啊！刚洗澡。什么？去嘴巴。去嘴巴。啊！你没事。烫到而已。这个表情，谁呀？谁会做啊？哈基啊。可是刚打哈基没有。优秀。啊啊啊啊！啊啊啊！重点来喽！可不要蓝色吧？重点。啊！哦哦哦！你很坏！你怎么可以这样？他真的变这样子了！很坏！你超坏的！而且每次黑羽拍照都不会正面看人，都是侧面在看呢、欸。因为要酷酷的、啊，我跟你讲，这很快哦。你刚刚也是说很快，真的很快。好，来。来，啊，豆豆，很快啊，我好的快呢，哪里快？你们都想的太复杂了，我没有想复杂、啊，对啊，谁啊？哎呦，他只能回上一步，你只能笑掉一个点点而已。啊啊！哇，你们猜不出来，尴尬了。是你画太难吧？我再画一个人，不知道你们猜不猜得出来。干嘛？我连猜得出来啊！
这谁看得懂啦？快乐。红头发。为什么？你要把那么那么多东西，你只要画一个就好了。那个粉红色只要画一个就好了。粉红色一个。嘿，它其实也没有，不是粉红色，它就是。对，就是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不知道。题目好像真的还蛮难的。啊，我应该选另外一个。来来来，为什么？这什么？为什么你马上就猜到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手牵手去道歉，你们两个要去道歉。哎、欸，我是画你的，我刚刚想你的怎么画、欸？哎我觉得你们背后应该很凉哦。我是看我在想哈基怎么画的哦。啊、好，我这就只写一个字。嗯。好、wow!。哦。哎、欸，不是，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咋？等一下，不是 YouTuber 的，哎 ，YouTube 的，哈？啊、这个是太明显的啦，啊，太明显的，啊？啊？等一下。那你们不知道？哇塞！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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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的？哎、欸，欢迎收看本周的。我知道，可是字我字选错是不是？什么叫8787发明家？不是啊，不是啦，我有猜一个，他写很靠近了。啊，字很近是不是。那第二字错吧？我刚一直想不，我刚一直想不起来第二个字是什么，我赶快先 Google。大个狂还真的是哦哦，是手部的。好，我刚刚猜错部的跟土部的。我想一下哦，他的人设，他的人设，哎、欸，我有画过啊，哎、欸，对我有画过，哎、欸，我有画过，哎、欸，卡迪诺，你有没有画过？先画嘛。哎、欸，他的人设。他的人设，等一下，我是还在想人设、哦，我还在想，哎呦，乱猜。哎、欸，他的人设，这个怎么看就是你啊？等一下，对啊，他可是打的不是啊，搞不好他加个东西就变其他人啊。哦，然后嘞，哈啊。你穿衣服了啊？他到底是这个颜色吗？啊？哎、欸，白痴啊！我懂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最常被误会的二人组，你为什么要提那么多的？啊！截图喽！截图喽！传给他喽！我部件应该画完了吧？画完了，对啊。猫乐，他之前太多人都把猫乐跟喵哈认错、哦，现在没有了，那已经算很久了。喵乐，有一次武秋风还直接对着我喊猫乐，而且不对，我想起来阿神也有，气死我了。啊？这是异乡土的。我要猜三个字咯，不是五秋风吗？五个秋啊！完了完了，你没有
擦掉吧，狮子。还秒嘞，这是意象图。哈，艺术啊，好，就这样可以没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画。你知道刚刚那两张图，我这个都是那、啊、不是那两个选项我都不会画。哈，靠，这个笑声好讨厌。什么啦？什么？好啦，观众都在问他，问他，问他，问他。哈？等一下哦，个人哦。不会，阿纪你好懂他哦。